向我张嘴，必量在世之时，与丞相金冲之女牡丹相亲，又念丁下婚姻，不应亲王驾崩，不乃知得到金府丢弃，若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，遂命我在壁府谈判，操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哎，好不烦闷神音。
朝鲜荡气咳嗽回来了。月下当树，好小姐轻啊！小姐，请坐啊。啊，你也请坐啊。好，嗯，有有有有。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，小姐。藏郎，我张真愿到来求情，蒙我父啊，命我在碧波潭畔供书文，我常把世界比张宇，真乃是福缘难把龙女亲。今晚多感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是梦？好意
梦里醒来了龙女问，小生是一家还是叫逃兵？功名未得龙虎榜，怕无聊小姐你终生。你修建一家还是家逃兵？我看你定有锦绣好天人，但愿得赴汤无谁长相许，铁壁那玉堂金银生生悲。三百里路你走得这样快，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。
要是知道我是李玉清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真情啊，见娘子神色变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成事？我你在别部谈谈起同心，与天你可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是个娘子牡丹小，不，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光环仙子喽。言非光环仙子，我是比牡丹梨。梨？梨什么？长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比牡丹梨玉精啊。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修行在宁道别浪，这阴魔君才华学识心正人，又令我独居三府多凄凉，因此我便做牡丹女郎君比上比肩鸳鸯。听娘子说成真心话，相会我与他在月下当如情里藏，愿小家居观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，那今从欲将我们追为父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牡丹那公堂，恰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变，他为我啊献心。上心关机在心上，想了牡丹的是富贵，那千里娘子恩爱长，人间难觅一知己。你就是李玉金，玉红。原来怕真情色彩一片。